男星林志颖在去年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后，就一直积极复健静养，直到近期才透过节目《披荆斩棘》第三季复出，展现出回归舞台的强烈决心。近期播出的节目内容中，林志颖自曝在上了节目后，自己变得更瘦了，现在的体重仅剩下56公斤，体力也大不如前，难以复刻每日的高强度训练，中途甚至还发起了高烧，紧急送医治疗后才回归。林志颖的队友们也坦言，他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虚弱，而且尚未完全康复，因此精神和体力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所幸队友们都相互照顾，还陪着林志颖一起增肥，有爱的画面在播出后感动了不少观众。同时也有网友惊呼，现在已经那么瘦的他在舞台上展现的状态还是非常棒，真的很厉害，也不忘叮嘱林志颖多吃点才能把身体养好。